想知道自己的爱车发动机到底有多强大？有人说两辆车比比不就行了？不，这些方法都 out 了。要想知道自己的汽车有多强大，那你拉根绳子头尾分别绑到汽车和房屋上，看看你能不能凭发动机的力量拆掉房子。有人说神经病吧，汽车不要钱啊？有个国外小伙就开宝马给我们做了这个实验，一起来看看吧。